注意看，这个女人叫翠花，是个善用脚力的竞赛选手。例如在上课的时候，会利用脚力来抢；在同学受伤的时候，会利用脚力让同学更重。注意看，这个女人太狠。这个女人叫翠花，是个善用脚力的竞赛选手。例如在上课的时候，会利用脚力来抢答。在帮忙拿东西的时候，会利用脚力来节省时间。哎，跑得真快。在同学受伤的时候，会利用脚力让同学跑得更慢。接下来的几秒千万别眨眼，只见他居然在过马路的时候练起了折返跑。好孩子不可以学窝，就当一切都很顺利发展时，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。关注我，收到更多山顶运动会的奇闻八卦。我是达达，我刚快报了。12月3号，山顶国小运动会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太狠了。为了可以拔河赛中取得好成绩，不惜利用各种机会进食。人家上课他在吃，人家跑步他在吃，人家在上厕所还是在吃。接下来的几秒千万别眨眼，只见他为了保留体重，居然在上厕所的时候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太狠了。这个男人叫大壮，为了可以拔河赛中取得好成绩，不惜利用各种机会进食。人家上课他在吃，人家下课他在吃，人家跑步他在吃，人家在上厕所他还是在吃。接下来的几秒千万别眨眼，只见他为了保留体重，居然在上厕所的时候喝红茶。不然你以为在喝什么？就当一切都很顺利发展时，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。关注我，收到更多山顶运动会的奇闻八卦。我是达达，我们下次见。12月3号，山顶国小运动会。哎，你有多少钱？我要跟你借一点钱买早餐。我有20+30元。这题答案是多少只脚啊？好难哦。答案是7.2只脚。你今天几点回家啊？我要4+1点回家。哎，不是，你今天到底在说什么啊？年轻人不讲武德，共三回来。我大意了啊，没有闪。这是什么？1杯米。水能倒进去吗？能。这是什么？1杯水。米能倒进去吗？不能。什么原因？米的缝隙大。不，饭前别喝水。运动就可以多吃几碗了。运动可以促进代谢，你今天运动了吗？啊，是米豆子跑。不是啊，是米能跑。是丁小雨跑。运动可以让你跟上时代，你今天运动了吗？11月28日，山顶国小运动会。运动可以让你手眼协调。不是啦，先帮我找护士好吗？今天运动了吗？Hello 同学，你知道11月最夯的活动是什么吗？当然是鬼灭之刃无限列。为什么不能带你的男朋友？就因为我没钱吗？难道你就要这么的肤浅吗？你错了，女人不一定要找有钱的男朋友，但一定要找有钱的。那你喜欢哪一种呢？有钱的。他怎么了？阿弥陀佛。运动可以让情绪舒缓，你今天运动了吗？运动可以让反应变快，你今天运动了吗？运动可以缓解肥胖。哎，不是啊，你今天运动了吗？我现在要来规划一下我的 YouTube 的影片的进度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娅，欢迎来到我的宇宙 Vlog。我到爸爸家喽。这就是街舞，超级好看的，一二三季都已经看过了，然后还没出第四季，所以又再从头全部再看一次，超赞的，推荐你们去看哦。这是这个的笔芯，看我拆完包裹，我就喷了酒精擦一擦，结果就我的桌子就变正了。来看书吧。我现在要来规划一下我的 YouTube 的影片的进度，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特别想要我拍的主题的话，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一下哦。我现在洗完澡啦，然后我包着还没干的头，我要来炒冰咯。我要来做香蕉苹果味的，所以优酪乳、香蕉跟苹果。这瓶优酪乳还没有开过，现在穿睡衣，你们不要介意哦。我的上一集 vlog 有炒冰。这个板子有点坏掉了，它没有办法全部粘固，而且我又凸得有点厚。晚安，早安。今天端午节，我过来我爸爸家吃中饭。出门现在在逛无印良品，如果再逆品回去再跟你们分享。看到我心仪的盲盒，好想买哦，可是盲盒真的好贵。我们现在要回家咯。那我现在到家了，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刚才这逆品，其实没有很多，就有两袋而已。首先是吃的，这个 bagel 我们已经吃回购第二次了，真的很好吃。然后刚才进不起，我已经掰了几口再来吃。对，现在是买五送一的活动，买了蓝莓的热带芒果、蜂蜜牛奶、莓果、热带芒果，买了两个，还有一个是糙米剥皮辣椒，这是妈妈的。最大进口的内衣，买了冰婷的内衣试试看，件620，买了两件，买一件短的，一件长的，这是短的，这是长的。然后我都买细肩带，因为我现在目前有的都是粗肩带，所以就买两件细肩的。今天的战利品是这样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